那在人的这个身体里面，什么是太阳啊？心是太阳。只要心打开了，心的这个云雾把它拨开了，它的光将会成为五脏六腑的正能量源泉。我们既是接收了药师佛的功德力，同时我们的生命、我们的佛性、我们的甚深的奥义，这些功德也会散发。佛法就是说，不仅自己好，自利，而且可以利他。正因为这样子，我们才努力的弘扬佛法。因为这个世界就是把佛法弘扬出来，这个就是对这个世界最大的贡献。护持中华印经协会，邮政划拨户名中华印经协会，划拨账号19658482，19658482，银行账号，银行代号土地银行005，账号012-001-194-788，012-001-194-788，护持印证经书、佛书、经幡、结缘品。心善念慈，护生命好。生命电视与您一同享受付出，珍爱生命。接下来请收看佛教动画系列。危险！嗯，不就是泡泡吗？干嘛那么稀罕？妈妈 ，Titi，
妈妈出门一趟，你在家乖乖的，帮妈妈看好家哦。妈妈晚上回来的时候，家里都要整整齐齐的，好不好？好的，妈妈，您放心吧。替替真乖。小宠哥，我不和你玩了，我要看家去了。我能为妈妈做点什么呢？哎，找到了，洗干净了，妈妈一定会高兴的。先洗哪件呢？就是它吧。没有洗衣液啊。啊，能吹泡泡的一定能洗衣服。下完了，被妈妈发现可怎么办啊？Titi，你看见我吹泡泡的药水了吗？就放在院子里的。你要是拿去玩了，就赶紧拿回来，没事的。我不知道。我要把它赶快放回去。
神奇了，衣服活了。蒂蒂，妈妈出门了，帮妈妈看家哦。要怎样才能回家呢？哦，嗯，一定是因为我没有掌握好驾驭泡泡的技术，不然就可以回家了。衣服，为什么我不能像你一样自由自在地飞翔呢？泡泡老是和我作对。你必须学会控制泡泡活动的方向。你教我吧，我学会了就能回家了。你很想回家吗？嗯，我想家，我想妈妈了。不要着急，我教你，很简单的。请你现在就教我吧。你跟在我们后面吧。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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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喂，学习要一心一意。现在好多了，你自己再好好练习。我们要走了。谢谢你，白鹿。要多加练习啊！再见。再见，白鹿。谢谢你。我终于可以回家了，我先歇一会儿吧，在天空中漂浮可真好玩。走了，下次他要是再敢来欺负我们，哼，我一定把他打得落花流水。
会飞了呀，为什么下不去云层呢？这样我可怎么回家呀？学会了飞行还是不能自由驾驭泡泡呢？伊芙，你说这是为什么呀？你看见我吹泡泡的药水了吗？就放在院子里的。你要是拿去玩了，就赶紧拿回来，没事的。妈妈晚上回来的时候，家里都要整整齐齐的，好不好？好的，妈妈，您放心吧。衣服，我错了，我一直不想承认，可我把妈妈的衣服褪色了。虽然你活了，我很高兴。我偷偷拿了小宠哥的药水，没有告诉他。他找不到着急的时候，我还不拿出来还给他。我想偷偷放回去的。衣服，我真是个坏孩子呀！我想回家，我想和妈妈还有小宠哥道歉。现在妈妈一定很着急，很着急，她一定在到处找我。衣服，我一定要回家。明天你一定要帮我哦。衣服，衣服，快醒醒啊！回家了，回家了！我有办法了，把泡泡弄破就可以回家了。可我们怎么才能把泡泡弄破呢？蒂蒂，闪电，闪电！对呀，我怎么没想到呢？闪电可以把泡泡劈破，到时我就可以回家了。哪有闪电啊？那里有雷声，你可看准了。怎么还是别去了？弟弟，那你要不要回去？那你可一定要接住我。放心吧，蒂蒂，我一定接住你。对不起，下次一定行的。我们吧，对不起，我弄不破它，你们再想办法吧。接住我啊！你要自己戳破泡泡？嗯，我今天一定要回家。弟弟好勇敢啊！
哎呀，还是太早了，要再迟一点，离地面近一点就可以回去了。我的泡泡不多了，我们再来一次吧，这次一定成功。嗯。这次一定要成功。在那儿。哎，洗褪色了，我本来是想帮助你的。蒂蒂，妈妈原谅你了，快回来吧。小丑哥，吹泡泡的药水是我偷的，对不起，我错了。这个泡泡再也戳不破了。爷爷奶奶、妈妈、哥哥、姐姐，再见了。蒂蒂再也见不到你们了。蒂蒂，蒂蒂，再见了。我回来了，我回来了。小朋友们，看了今天的故事，你们有什么启发呢？对，大家不要怕做错事情，做错了事情千万不要掩饰，掩饰等于是错上加错。我们要勇于改过，今后不要再犯，这就是归于无了。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下次再见。Thank you.
哇哦，狗狗好可爱哦。但是没有主人的狗狗希望有人爱。你可以选择狗狗的品种，但是不用选择的是它们的忠心。它们缺的是一个机会。在外面流浪的狗狗们也渴望您的关怀，需要您的帮助。台湾救狗协会邀您一起护持、救护、养护流浪狗。话拨账号5001-6766，5001-6766，户名台湾救狗协会。新逢孝道月，佛教慈悲置业宜兰大悲观音道场启建梁皇宝忏暨盂茄堰口普施甘露法会，日期8月26日星期一至8月30日星期五，梁皇宝忏法会上午9点开始，恭请广护法师及法务指导法师主法。8月31日星期六，佛学讲座暨盂茄堰口法会上午9点半，佛学讲座佛学事宜，主讲人广护法师。下午14点，盂茄堰口法会恭请慧泰法师主法，法务指导法师共同领众。法会备有贡品礼盒及白米，发给中低收入户。地点宜兰大悲观音道场，联络电话03989-9319，03989-9319，敬邀菩萨参与熏习，同沾法益，共沐佛恩。佛教慈悲置业高雄分会中山书坊举办八关斋戒法会，恭请湛山法师、湛江法师、湛同法师主法，日期9月28日星期六，时间上午9点，下午2点佛学讲座阿弥陀佛48大愿，主讲湛江法师，地点高雄分会中山书坊，高雄市新兴区中山二路472号7楼，洽询电话07-221-2323，07-221-2323，07-282-0278，07-282-0278，敬邀菩萨参与熏习，同沾法益，共沐佛恩。配合防疫措施，参加共修敬请佩戴口罩。法会直播请搜寻脸书佛教中山书坊。